到底做了什么？马匪为财毒害我西燕人，已经被就地正法。 如此，于大言和西燕都有一个交代。月琴公子果然周到啊！还请让太子殿下开恩，让在下带他们的尸首回西燕安葬。哼，月琴公子真是仁慈。事机已毕，我还要回东宫复命，就不送月琴公子了。贵人好走。 公子，时辰快到了，该走了。美人分封之事已成定局，皇上是不会见王爷的，王爷还是请回吧。 会再想办法的。总之，不会让你。你对那十个美人做了什么？他们手腕上的烫伤，是你做的？是本王烫的。我之前问过你，你骗了我，为什么？你烫伤自己也没有告诉本王，本王跟你一样，只是在拖延时间罢了。 可是你明明知道，阿黛她是因何而死？本王无意杀人。可你烫伤他们的时候就是在杀人。那十个美人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因为被你选中，做了你的棋子，就落得今日的下场。我也是你的棋子，我还想着和你同行复仇，不可笑吗？棋手。 与棋子合作，是为了赢，不是为了掀翻棋盘。棋子永远也做不了赢家。我想做的，不过是替无辜者们讨个公道。本王又何尝不是呢？本王做这些，不过是为了纵火的罪人能够伏诛，为了魏备军能够洗刷冤屈，为了青州无辜的十万亡魂能够安息。可你用这样的手段替无辜的亡魂们伸冤。 你自己说出来不觉得可笑？对付屠杀了十万百姓的凶手，还要讲究手段，本王同样觉得可笑。你以为我们面对的是谁？我们的仇人是当朝太子。 朝堂之争不亚于上战场，在战场上除了赢，无暇顾及其他。今后的路，是我不能与王爷同行了。